朋友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特贵啊，你为啥一天吃两餐甚至一餐，总能保持好的体能和专注力来完成一天的工作呢？而我吃三餐总是觉得饿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今天就分享两招帮助你解决轻断食的饥饿感。第一个就是多吃，至于为啥多吃不要少吃，我们会在视频后面为大家讲到。第二个就是三阶段的。 弹性饮食法，最近呢也有很多新的粉丝订阅了我的频道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轻断食、啊、抗癌饮食啊、营养知识的科普呢，也欢迎你去观看一下频道其他的视频。我们先说第一个，为什么要多吃？有的博主不是说越吃越饿吗？甚至。 周边的朋友啊，老是说要热量控制才能抗衰老嘛。有些朋友他不太相信祖先传授给我们的这些养生智慧啊，比如说这些辟谷啊、断食啊，更相信科学研究。那我们今天就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何少吃会让你在做轻断食当中充满了挫折，它的源头又是来自于哪里呢？热量控制的理论来源于一九六五年，明君科学家沃尔福德教授提出的热量控制理论。他发现呀、啊，吃这些高营养密度。 食物的老鼠啊，减少热量百分之七十，这些老鼠要比那些热量摄入高的同类老鼠更年轻，体型好，少疾病。说句题外话啊，就是提出热量控制的沃尔福德教授，他也做过所谓的热量控制，结果他衰老的是比较快的啊。很多朋友会说呀，哎，头盔啊！这个老鼠呢，吃的是屎料，这个研究呢。 实在没什么可参考性，有没有更好一点的研究呢？同样的，科学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权威医学杂志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啊，就把这些关于断食的研究做了一个汇总整理，发现啊，减少热量摄入的猴子呢，它们的毛色更鲜艳，活力更好，比其他常规饮食的猴子更少啊、呃。所以就有科学家认为，这个热量限制啊，可以。 改善健康和延长寿命，它是有效的。可吊诡的是，热量控制，也就是说少吃节食，它在人类的身上实验之后啊，永远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抗衰老。不仅啊，减重失败率极高，拿来抗衰老延寿更是瞎说。好在科学一直在进步，这才发现，老鼠所谓的热量控制跟人类的热量控制是两码事儿。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先说人类所用的热量控制是。 节食，把这百分之七十的热量呢分在三餐甚至午餐。执行节食的人呢，每天都在饿肚子，而体内的胰岛素呢，因为不断的进食啊，始终分泌的很高，让人类啊在一天中总会保持很高的饥饿感啊。拿来减肥，不是暴饮暴食就是复胖，或者是无法长期坚持下去，自然也就无法获得任何益处。可是动物们，它们的热量减少呢，用的方法呢却是轻断食。 而且它们是可以降低胰岛素的哦。比如说，科学家呢给这些猴子、老鼠足量的食物，这些食物可以让它一天呐、啊、吃个三顿五顿的。但是这些老鼠、猴子呢，它们通常是吃饱吃足吃一个大餐，在那一天里啊，它就不再吃了。这完全就在做一日一餐嘛、啊。所以现在的科学家才发现呀、啊，动物热量减少所引起的健康效益，正是因为他们在做间歇性断食。 所以问题拉回到核心，为什么你吃饱了还是饿？因为你没有吃到身体需要的营养啊，你吃的都是糖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怎么解决饥饿感呢？拉回到生活当中啊，迷信辟谷或者科学研究就会出现一种很吊诡的单向思维，要么认为这个辟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要么说啊控制热量就可以帮助我们抗衰老。前者呢没有依据，太虚无太缥缈。 换句话讲，叫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别人说了算。 后者呢，研究充分，但是很刻板。你去执行的时候呢，会很不快乐。我想这两者呀、啊，都不是大家在过日子想要的状态。所以特维一直说啊，我不管你说的多么的天花乱坠，好，这个实验科学呢，要多么的完美无缺，那我就看结果好了。结果对了，那就是对了。即使你不知道过程，结果错了，过程解释的很完美，那过程必定也是错的。现在把角度啊，拉回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来看，如我辅导过很多做轻断食的学员啊，都有一种感觉：当他吃对营养，吃饱了，也就所谓的正确的大鱼大肉，他反而啊，在做断食的时候不容易饿。当他去吃了那些个触盐性的食物呢，然后仓促的去做断食或者轻断食，他整个人在断食期间呢，体能变差，精神状态也变差，专注力都在下降。你。 可以欺骗全世界，但是你没办法欺骗自己的身体。现在肯定有朋友有一个疑问啊，他问你说这么多，我现在也知道这个少吃啊、节食啊、吃代餐呀、啊，对控制饥饿感没有任何帮助。我要怎么来解决轻断食当中的饥饿感呢？我们来说一阶段，解除含糖饮料，那就是维持你当前的饮食习惯。你之前吃的是米，吃的是面，你该吃什么，你还只吃什么。这个阶段。 只有一个小目标，把所有的含糖饮料从生活中拿掉，包括零卡的可乐呀、奶茶呀、代糖啊这种无糖的饮料，还有什么苏打水之类的，它里面有这种代糖啊，也就是所谓的人造甜味剂啊、呃，像什么赤藓糖醇呐、啊、呃阿巴斯甜呐、啊、等等，它并不比糖好。有有朋友问，为啥？如果代糖真的是对你肥胖作用的话，那那世界上胖子为什么越来越多了呢？ 当然，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那个接生凤医师说的啊。那我不喝这些之后，我还可以喝些什么呢？就像我之前说的，你可以用更富有营养的饮料来替换这些个触发源的饮料啊，比如说茶、柠檬水、苹果醋、椰子水、海菜骨头汤，甚至说特贵推荐的这个无咖啡因的国宝茶，在橱窗里面啊，有兴趣朋友可以点击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呢，你可以保持一到两周啊。 如果说你没有喝含糖饮料习惯啊，你可以直接跳过这个阶段。另外还有一种嗯判断方式，当你不再渴望喝这些饮料的时候啊，就是你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机。好，第二个阶段的目标依旧是小目标小赢，我们来戒除零食。同样的，你维持上一个阶段的饮食习惯，该吃啥吃啥，该喝啥喝啥，但是你要把你的零食拿掉哦。 像是饼干呐、啊、糖果呀、啊、薯片啊、巧克力呀、啊、蛋糕啊、面包啊，等等这种高油高糖的食物，也就是说，那个超市的架子上面最容易拿到的食物，你都可以把它从你的生活当中给踢出去。我可以用什么食物去替代它呢？换句话讲，叫用。 高营养密度的零食，比如说猪耳朵呀、鸡翅啊、牛肉干啊、坚果呀、花生啊、鱼干啊、鸡蛋呐啊,啊、蔬菜水果啦。如果你不知道喝什么样的茶、什么样的零食呢，也可以点击特贵的橱窗观看一下，里面有国宝茶牛肉干。像是特贵橱窗的牛肉干啊，极富营养，吃下去饱腹感也强，天然食物比一块面包不知道要营养多少，更不用提它不冲击血糖的特性了。最后呢，这个阶段跟上阶段一样。 大概持续一到两周。当你在戒零食的过程当中啊，变得游刃有余了，没什么压力了，你就可以进入三阶段了。三阶段呢，就是去除加工食物，向原形食物、天然食物的方向走。很多朋友他搞不清楚什么叫原形食物啊，什么又叫加工的食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是鱼肉和鱼丸，前者就属于原形食物，包含丰富的营养。 比如说微量的营养素啊、蛋白质啊、啊脂肪啊，后者呢这种加工食物啊，它里面鱼肉特别少，但有特别多的添加剂啊、淀粉。怎么来做呢？啊，就是做替换，比如说把炒菠菜、煎蛋啊、烤地瓜、牛排、猪肉来替换你之前吃的什么火腿肠啊、代餐粉啊、虾饺、鱼丸，甚至说拼接牛排、炸鸡排。到这里呢，基本可以解决大部分朋友在断食当中的饥饿感。 到这个阶段，你还觉得饿呢？或者说你的断食还有些吃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使用的油改成三种油，分别是特级初榨的橄榄油，以及椰子油，或者是肉类自己带的一个脂肪，其他的一概不用。接下来呢，你在这一个三阶段抗饮食已经有一个很好的状态，你就不用再进阶我的一个八阶段抗饮食了，除非你想获得更好的。 专注度和转重效果，三阶段的弹性也是有一个很大优点，你不用过得像离谷一样那么害怕淀粉儿，这不敢吃那也不敢吃。那我个人在辅导我的很多学员在实践这三个阶段呢，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这三个阶段呢、啊，你不一定都要执行完，你的轻断食饥饿感就被你掌控住了。你会发现，大多数人走在第一个阶段，叫做戒除含糖饮料的时候，他的一个饥饿感就可以被自己掌控住。如果你 经历的第一个阶段，饥饿感还是对你有些影响的话，那你就要进入第二阶段，就是用抗炎的饮食去替换那些促炎的零食。通常的第二个阶段呢，饥饿感的掌控已经是比较强的了。所以我一直跟别人讲啊，你其实不需要低碳，也不需要生酮，更不需要什么奇奇怪怪的饮食法。很多朋友在执行前两个阶段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很轻松地进入到轻断食，享受饥饿。至于剩下的八阶段的一个碳性饮食啊。 其实是为那些个有疑难杂准备的。样的，在最后我给大家复盘一下，如何克服轻断食的饥饿感呢？第一个，要多吃高营养密度的食物；第二，抗炎饮食帮你掌控饥饿感；最后呢，还有一个心理学的小知识。很多朋友呢，一开始啊，会叫自己啊，不要吃米面，不要吃那些个东西。我叫你不要想白熊，我叫你越不要想白熊。 千万不要想白熊。现在大家脑海里面第一画面想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白熊？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白熊效应。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方强大。有这种说不的思维呢，很容易导致他暴饮暴食。怎么解啊、呃？很多朋友会说怎么解决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反向思考一下，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健康，还是想要长胖呢？其实做好取舍。 你就能掌控好你的饥饿感。今天的一个分享呢，希望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如果你对特惠的一个商品和服务感兴趣的话，我会在这里做一个工商服务。然后我做下声明啊，我一向的观点是，我每天分享关于断食和抗炎饮食的知识啊，如果能够帮助到您拿回健康，我已经是觉得功德圆满了。不管你买不买我的课，我都是非常感谢。 您能够观看我的视频。说到这里呢，我想每个人呢、啊、或多或少都对抗炎饮食和轻断食有所误解，让我们看不见眼前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推出九十天弹性饮食，成为你想要的改变这门线上课程的主要原因。我遇到很多朋友都有总是在走老路这样的困扰，然而他们完全不知道，其实人会走老路，某种程度上。 是被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饮食和习惯所养出来的。那我们当然也可以通过培养新的习惯来换掉这些让身体发炎的因子啊。在九十天弹性饮食这门课程呢，特贵老师呢会陪伴你去梳理自己的饮食和营养，用科学破除迷失，由内而外打造健康好体质，让你不再走老路。更重要的是。 九十天弹性饮食成为你想要的改变，最划算的四九九优惠价。我们知道，三月三十号晚上十二点就截止了。要是你没有参与到这样的机会，这个价格是再也回不去。记得要把握这波性价比最高的机会哦！马上加入学习，就能够调整你的生活、工作习惯，让特贵老师陪伴你，掌握轻断食的饥饿感。 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我是特贵，我们需要你的支持。然而，你对特贵的商品或者课程感兴趣的话，就如同今天提到的九天弹性饮食，成为你想要的改变，是九九的优惠呢，直到三月三十号晚上十二点，欢迎你的加入。相关的课程链接请私信。那么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谢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拜拜。